我常常梦到这个场景。迷雾中，重钢的高塔上，有个人站在那里，好像马上就要跳下来。 恐惧是生产力，只有在奔跑中才能忘记恐惧。我一直在奔跑。 作品很多都来源于这些记忆，他们伴随我一生。一直到今天，我来北京到国外做展览，然后回到母校教书。从那时我就知道，艺术要一针见血，直指内心。这是我最初的艺术启蒙。 当年的伙伴们现在大多没有了，虽然还是微信上的点赞之交，但为什么那么多年来都没有再见面？
高想，谈得远，还有哪个？独自走过你身旁，并没有话要对你讲。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哦脸庞。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？指着大海的方向，你的惊奇像是给我哦赞扬。你要我去向何方？我指着大海的方向，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？谈得远，亮哥，好多年都没看到你了，一个人在那儿数琴嗦。哎，你娃还是没变呢，那个是。你不晓得，当年善得匆忙，我一直都帮你捡到起的。真的是好多年都没见了。李教授业务繁忙哦。尽是些托关系考学校的。说那些还是你好啊，还在画画儿，我都是和翔哥一起搞的工程，跟他拉货噻。高翔，哈哈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好难得哟，老同学聚在一起，回叙旧了噻。耶，亮哥。刘小姐现在在干啥子啊？对头，小姐当时和你一起学画画噻。她现在在哪里哦？还在河川吗？她走了之后，都再也没看到过她了。小姐当时画画是被我影响。还是跟到我去大城市，家里待起不好受啊。本来他们家条件多好，后来文革的时候闹武斗，他老汉儿把脚弄残废了。他妈妈那个多年一直生重病，地都下不到。老师，要不要棒棒？上班去喽！哎，不行，棒棒喽！棒棒喽！老师要不要？老师要不要？刘小姐当时是第一次到重庆，就受到了样子。我们那种县里头的娃，跟大城市的还是不一样，有种自卑感。才到黄国培的时候，小姐还是多单纯。
耶，亮哥又来了哟。今年温啥？嘿，五六，看美女不理人嗦。你看你亮哥，熬了好久。亮哥那种都考不起，老子还要干好久哦。我们今天在火车站遇到摸班追摸班，还好遇到翔哥，还是他给我们找回来的。哎，小姐，你不是要给他们哥打电话的吗？快去噻！哎，对的哈，那我先走了哟。耶，翔哥，火车站的人你都敢惹啊？啷个嘛，不可以说。哼，现在遇到黄哥儿小教父，我跟你说，以后有啥子事直接报我的名字。耶，亮哥，写情书嗦。写给我的吗？火哟，你还信教啊？哎，等到噻，一路一路嘛。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病都和那个家庭是有关系的，家族的精神伤痕是遗传的。不过他哥哥倒是他们一家人的骄傲，那个年代我们街坊唯一的大学生，小姐一直把他当个偶像。小姐，你给你们哥打电话打通没得？没有。你要恁个不懂事儿啊，你继续给他打噻。你看你们哥平时恁个关心你。嗯，要的嘛。亮哥，你恁个多钱都没记住下。我们屋头人平常到处做生意，写了信经常收不到，又遭退回来。那你还写啥子？哎，习惯了。做生意好噻，不像我，我屋头都是农民。我姐从小到大都是我一个人收到那的老房子，但都忙得挣钱去了。
闪闪亮，召我去战斗，革命代代如潮涌，前后几根葱，前后几根抬不动死了，那一天早上走还都晃哦。淑华，能给人带来淑华花儿，我能给你妈那儿交代，你哥子能给你哥交代吗？哥哥，哥哥，只想着说哥哥，烦不烦嘛？哎呀，算了，亮哥，莫气了，莫气了。小姐，别去给我们好好去画画儿，听到没？刘小姐人还是可以的嘛，感觉多好嘞，说句话多轻松。耶，刘小姐。耶，又不来上课啊？你们班太不组织、太不纪律了噻。嗨，别个刘大师嘛，肯定找感觉强噻。刘哥，了解。这几天好像没看到人了。晓得。
哎，乖老板，好久都没看到你了哟。硬是有一两个月没来照顾我生意了哈。哎，那不是经常跟你们在一起的那个狼娃儿的吗？那个堂客不是法郎的得吗？咋刘小姐跟他过到一路？你给老子回去！你莫管我。皮脸皮脸的脸烦了。回了几天家，感觉你状态也回来了。嗯。你妈老汉还可以噻？可以。你哥哥呢？屋头人没其他消息没？嗯，没得。你是不是搞忘了啥子事哦？之前喊你帮我把生活费带回来的嘛，我老汉没给你吗？哦，叔叔啊，我没碰到他，没拿到钱。我知道出了问题，都借钱回了老家。我老汉说，我钱给你同学了，120块钱呢，啷个回事？也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放弃他了。这会儿就要塞两包，吴哥，帮下忙嘛！帮忙，老子上次是给你机会的，喊你去你们寝室，结果还是心皮搞硬。四哥，我真的不会啊！屁娃一天到晚手还伸得长，我第二张扭都吃没。你屁娃是你妈搞清楚，哪个扭到哪个吃。耶，你敢弄他？老子想打哪个就打哪个。牙刷肉好大哟，以前都是黑冤枉孩儿，头一会儿走那么近。嘿嘿，谭德远，那边是干啥子的哦？那个是装炼出来的废渣的。哦，那啷不把你装进去啊？老子！哎，那哪个啊？哪个最高的啊？李小姐，小姐，刘大师，快下来！小姐，小姐，快下来！小姐，他哥的实力，他打击太大了。他曾去监院找过他哥哥，才发现早都遭开除。哥哥不敢回家，跑到外地去隐姓潜伏。他爸爸气得眼睛都瞎了。可惜了，小姐当时画画多有感觉的，对头，小姐确实太可惜了。唉，亮哥，你还记不记得到那个孙童？当时你还喜欢他哟。哎，搞像你呢，军火商还是抢劫犯？好了，清明园的都没有了。好不起，我也不晓得干啥子。哎呀，有饭吃都得行了。
管他干啥子。我小时候看过一本书，讲徐悲鸿的，叫傲骨，后头我都立志想干了我。哎呀，过来跟着小教父吵嘛，有你志向喝辣的。我妈还逼到我学医，说唱歌跳舞都没前途的。不会儿啊，还是后头闹事闹才跟我来学，也不讨厌，反比学医好。哎呀，不说那些了嘛。哎，我有个建议，反正你吃火锅，就像饭都吃不起了，你还要吃火锅儿？想吃饱上没？杨哥，我晓得你想哪个哈。这个都嫁到美国去了。哎呀，但那哈儿完全不敢想耍朋友的事，天到黑都晓得画画，像个魔鬼一样。我记得有一会儿，听到说杨家坪那边有个老师教考生黑得行，我就挤了些钱买了一袋小光杆去找他。哪晓得去了好几会儿，他屋头的人都说他不在。也不晓得是真的不在还是假的不在。那个袋子来来回回提了很多回，一哈儿都破了，光杆全都滚下去了。他们家楼梯的梯坎儿100多梯哦，当时觉得好屈辱，考个学校恁个难。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忙到租房子出去住哈，虽然穷，不过只要读考试好，我是绝不含糊。哎，二哥，看我介绍的房子嘛，香点儿噻。哎呀，不能再说了，恁个便宜，要就要，不要就算了。那个屋干啥子的？来看嘛。那个地方可以弄几个大师搞像画画噻。买啥子都搬过去住啊？今天下午就搬过去。耶，那么快呀？请我去耍噻。要得噻，走嘛，下午一起去。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可你却总是笑，一无所有。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。可
是笑，一无所有。耶，祥儿哥，准备抢银行嗦？嘿，把我害了噻！你直接带他追去都行了噻，打着枪嘛。哎，可以打不？基本上做好了，但是还是为点东西才得行，到时候有点不好搞。啥子东西啊？火药和钢沙噻。嘿，你又围着人了噻，我给你找。但是这个，你还要来剥削我啊？哎呀，你总要留口饭给我吃噻。不是出来租房子，要准备考试的嘛？啷个想起做枪哦？啊，你没耍过啊？我们那天经常有人做脱枪耍。枪？不还是你们我了解哦。那点儿稍微放重一点。嗯，对头，都是你。枕头，枕头呢？哎，你出来一下。我晓得你们千金是独生子女，宠惯了。补习班虽然有一些规定，他要是实在不听，我们也没办法教。哎呀，经常在寝室弹琴，我们都没法专心学习，还跟那个谭德远他们天天在外头混。你乱说。老师，麻烦你了，是我们没有教育好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在这儿好好画画。叔叔，那个摊贩子讨嫌得很，你莫听他乱说。那天专业老师才说了孙童画画有进步。亮哥，你说是不是嘛？以后不准跟这些人耍。哼，等他跑，看他跑哪去，跑完还不是要回来。嘿嘿，叔叔，你又是哪个嘛？黄果片小教父，正是在下。你不要听旁边乱说。批农民哈出口。进门坐噻。哎，你们啷个晓得我在那点啦？那你能去哪儿嘛？未必会请十个摊儿分子打一架没？我觉得你弹琴很好听，我要是你老汉儿，肯定让你去学音乐的。你太认真了，我都不啷个好意思来打搅你。你不打算考试了吗？为了只有那点清静点儿，不想在屋头听妈老汉儿练。那你啷个打算的嘛？看还是学下音乐嘛，画画儿不啷个适合我。带我走进你的画房，无法偷偷画的你想。忘记了，哦，方向。说我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你不知不觉一荷花，哦，一样。你说我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
老姐，你要点东西。狗子的，你还有点本儿哦。同学们呐、啊，你们要做好一颗红心，两种准备。我们国家不需要这么多的艺术家，不需要这么多的美术工作者。听完那个校长的动员，要做好充分的准备。我特别坚定地说，我那辈子都献给他了。考不上，逗他妈的做好考十年八年的准备，都连户口改都改到不能改为止。那些街上混的，你们去惹他们爪子？你要去回去你都不晓得。回去了。你早点睡嘛，免得你明天画画没精神的。小教父，又是你说，啷个嘛？又是你兄弟伙吗？你们为啥子卖分给小姐？喜欢你。
先安逸了噻，全他妈是你们惹的事，廖姐人都走了，打锤子啊打！先让收场嘛，本来可以不去争的事，那偏要争出纰漏来，我忍你们很久了。哥，冷静，冷静，不要发火嘛。你们要闯社会，个人给老子爬，我解决不来。不是，警察来了。哎呀，杨子啊，你这个白眼儿啊倒是看到我。哪晓得我现在看到他的白眼儿就受不住。今天就是周大爷我看到他那个白眼儿也就受不住了。你当时真的不该个人住枪。引出了好多乱子，最后钢沙装翻了，把个人手打穿。因为那个没考到试，哎，好可惜嘛。我没得啥子信任，但是为友情付出了代价，我一点都不后悔。亮哥，你说起考试的事，我正好有一事想求。对头，我都是你说的那种娃儿要读书才想起你那种人。不过还是希望你帮我那个忙了。我娃儿今年高考，成绩又稀撇，能不能把他弄到美院里头来嘛？高翔，你那个可能不得行了。美院当年你占那个大的劲都没上到，你又不是不晓得。李教授，现在有几个文凭是不掺水的嘛？那个事情怕你比我清楚些。你要啥子？老子今天进得出来，是该给你的面子了。当年我们两兄弟为了刘小姐，把黄果皮儿、李凤花都得罪完了，李果儿倒是精灵了，看到兄弟落难，手都没撑一下，哎，你倒是考起了，我们连回都不敢回去，哪个考嘛？说还是干啥子嘛？我都念了哟。谭德儿，你少在这儿打圆场，都是不帮个嘛，说那么多。多年了，脾气还是那么冲。哎，亮哥，你真的不要想那么多了。哦，那儿还有一封，差点拿落了，你收起来。这是当年刘小姐回火山前留下来的。她现在到底啷个样了哦？如果我当时一直陪着他，现在他又在那里。刘小姐喝了半碗硫酸，不停地吐血。他并没有马上就死，一直拖了两天，才在半夜里断气。我一直守到他。穷个话了，今天出来其实主要是想和你们道个别，你个人保重哦。
就在这一天，他得到通知，一个月前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已决定开除他的党籍。在下一个冬季到来的时候，刘少奇走出了这个世界。文化大革命之初，刘少奇坚持党的正确原则，维护党的领导，维护社会稳定，但是却受到严厉批判。Thank you.
出了墙。
想把你打了一枪，一枪又是一枪，枪枪都中在胸膛，哪个都承受的创伤，是爱欠下了账，这是还不起的账，这是打不响的枪，兔子吃的全部是窝边草，你只吃红墙都出了墙，这都是过渡中的惊慌，这是关于面包和糖，想象直到没有想象，孤独长出了翅膀，迫不及待就飞到天上，这感觉比你漂亮。